为什么我每次给夭夭做衣服，评论区都会问我小桃子呢？难道是因为嫉妒我的颜值？不要把我们的小伙伴想那么肤浅好不好？肯定是因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衣服比小桃子多太多了。ここは私は一体。难道不是吗？なにこ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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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反正也是衣服嘛，算起来还是比小桃子多的。我真的是无语了。快看，花了39.9元给小桃子买的娃衣服袋。我不是给小桃子买过了吗？为什么又给她买？我买的跟你买的不一样啊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买的比较好看。我不信。猜一下就知道。我看猜出来可能还不如我买的。那就来看看吧。第一套，一条蕾丝小公主裙，配了一个小蝴蝶结，还有一双金色的公主鞋，蛮好看的。第二套，这个花纹有点特别哦，你们看，奶牛连体睡衣，这个穿上身绝对很可爱。第三套是一个蓝色格子的，这一套我有点爱哦，有一点女仆装的感觉。悠悠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看？不就是女仆装嘛，又不是没穿过。一二三，没有了，里面一共是装了6套衣服。哇，姐姐，这条粉色裙子好好看呀。她还给你配了小白鞋哦。这是什么？黄色小帽子，搭配马甲和连体裤，有点可爱。最后就是一条小裙子跟一个米奇头箍。走啦，我们试衣服去喽。Thank you.